酒驾害命，石敬秀男星赵桃被逮。钻石求千金，第十九季男星 Chris Sauls 八成希望这个石敬真的只是一场秀。他在北爱荷华州的交通事故造成邻居身亡，而他事后却像懦夫般的逃离现场。4月24日晚间8点左右 ，Sauls 开车行经住处附近的乡间道路，而且他车上有几个酒瓶。在他前方是开着牵引机的66岁农夫 Ken Mosher。Sauls 到最后一刻才看到他，而从后方撞上牵引机。据报，双方车辆都损毁，而 Sauls 拼命想要救已经失去意识、口中还冒出鲜血的 Mosher。八卦媒体 TMZ 公布了 Sauls 报警时的录音。警方抵达现场时，慌了手脚的 Sauls 跳上其他人的货车逃离现场。Ken Mosher 稍后在附近的医院宣告不治。几小时后，警方在 Chris Sauls 的住处，因为擅自离开致命事故现场，将他逮捕。这名35岁的男星目前已经交保，也被迫交出护照，并在审讯前穿戴电子脚环。看来你暂时没有玫瑰花能发了，老兄。